刀斬落去唔見咗450万，哇！諗起都心痛。呢個發生喺黃竹坑進環嘅業主身上，喺2021年買入價係1603万，現時放盤係1150万，足足減咗450万，好鬼心痛。而且呢間屋收樓到而家冇住過，冇租過，全新樓咁樣，我喺一個市場放翻出嚟。呢件貨我就前幾日下黃竹坑商場嗰陣，個客去睇嘅。睇完之後個感覺就係二手係平過一手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一手有間30楼，賣緊係1178万，梗係買樓上嗰邊啦。同埋樓下嗰啲普通分層係3.15米高，而呢間係極高層，亦有一個特色嘅樓底係3.45米高，即係你買樓除咗買佢嘅空間，仲買佢嘅高度噶嘛。另外一樣嘢，黃竹坑所有兩房其實冇乜景嘅，大部分好啲嘅景都俾三房笠曬。而呢間極高層咧，佢會望到個天，望到個山，因為佢樓層嘅高度保證咗佢嘅採光同埋個通風。變相嚟講，你比樓下嗰啲除咗價格有優勢，採光通風有優勢，樓底有優勢。如果你要買黃竹坑嘅兩房，買二手呢件貨絕對抵過你買一手呢件貨。諗下，今日嘅時間就係咁多，我係路易斯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。